不能选择是，你要按否。如果你选择是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之前写的 VBA 就会全部删除了。好，记得一定要选择否。OK 哈，不知道刚刚是不是同学已经选，因为不知道按是还是否，大部分都是选是。如果你选是的话，那很抱歉哦，你刚刚写的 VBA 程式就全部不见了。因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格式 XLSX 是没有办法储存 VBA 的，你一定要选否。那否之后一定要选那个这个存档类型，一定要选择就是启用巨集的活页簿第二个选项。如果你没有选这个选项的话，那你即便有写了 VBA 也会全部消失，就是你点任何的按钮也都不会有任何作用。那这个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巨集病毒，他担心会有巨集病毒泛滥的问题，所以他会把这两个分开来。也就是如果完全安全的话是没有巨集的，但是如果你存成这个格式的话，把它储存之后它的档案格式，它的副档名就不一样了。原来的副档名是 XLSX。它变成 XLS 什么了？M 哦，多一个 M，OK，这个差别啊，这个格式呢是从2007以后才会有这两种，这是2007的，所以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只有一个格式，就 XLS，它没有区分到底有没有那个巨集没巨集，反正一律都是会有巨集的。那这个大概就是版本上的差别，可能要注意一下，按储存。那储存之后，你可以把它关起来了。所以下一次呢，你如果要开启它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哦。如果你把它关起来之后，那它的那个巨集的名称也不一样，图示也不一样，你会发现呢，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格式，它这个没有惊叹号。我们存好的话，一定会有个惊叹号。惊叹号的话表示是那个有巨集的，那这个没有有没有？没有的话呢，就表示没有 VBA。那没有 VBA，你如果之前存错档，就没有 VBA，意思就是你可能要重写了哈。没办法，这个，所以我刚刚特别为这个稍微说明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动作如果做错的话，你即便写了很多 VBA，又要重来了就等于是悲剧了，就可能要再一次了。不过学习没办法，学习总一定会发生一些。那我当然顶多是尽量让各位不要有那种学习上面不断的会有一些不要走错路啦。所以我尽量告诉你，那以后就是直接就记得不要选择是，一定要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再把它打开的话，如果你要执行 VBA 它一定会跳出安全性警告，有没有？这个警告里面如果你要执行它，一定要启用巨集。如果你选择停用的话，那你的 VBA 也无法执行。所以如果你将来写完东西要给别人用的话，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启用，否则没办法执行。那这个没有办法除非你去更改那个巨集的安全性，预设一定会警告。主要原因是因为以前巨集病毒很泛滥，但现在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几乎没有巨集病毒这个东西，所以一定要启用。启用之后的话呢，你才能够去执行，否则如果你把它停用了，那你也无法去执行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了。那所以将来我们会有那个一function，二巨集。三是 VBA 所以会有一二三这三个。那 VBA 又分两种，一个是按钮嘛，对不对一个按钮，然后一个是直接就这按钮另外一个是那个 function，所以插入函数里面会找到括弧字串这个。这样就 OK 了所以会三种将来。当然因为你们期末好像也会被要求，就是要，交一个成果啦。因为现在最后至于形式可能是成果，要不然就是直接考试。以前我在其他单位是直接考试啦，反正我就是从
这些题目里面哈，我们抽题来考，然后要你们做出三种东西，所以会给你原始的资料，请你把一二三变给我，一就是这个，所以我要看到是这个东西，哦，二是看到这个句型，而且可以 work 的，哦，然后三的话呢，就是这个也可以 work 啊，不过这个是你要自己写的啊，所以那也没有不是 open book 的。哦，要自己写，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变出来给我哦，然后，对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每一题每一题都有这些东西啦，写来写去，反正我们这36小时哦，这个不过这个我想可以再商量，可以再看一下哦，怎么去，但主要也不是说为难各位啦，其实主要是做一个验收，其实你自己学会比较重要啊，因为这东西。技术哈、哦，会是带不走的啦，OK，而且将来我想你们在金融领域哈、哦，要用到 VBA 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即便你要将来要做一些promo 啦，或者是说要一些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也会可能会被要求你要 VBA 这个技能，因为之前有蛮多同学他们好像也都被要求会有这个VBA 的技能需求哈。甚至还有很多啦，可能还会要 R，或者是要什么 Python 之类的，或者其他的这相关的，因为你们 FinTech 3.0嘛，所以一直都会被要求这些项目，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哈，这个题目大概就到这边先做一个 ending 哈，那下一题的话呢，152哈，所以把它存档，记得哦，存档的时候记得就是要选择否，然后要就是做。那个存成那个启用句集的活页部这个选项哦，